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一千八百六十四集。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传世系列 Voyage Class 的影天行。话说这一波的玩具好像大家讨论度很低，是不是啊？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同模的玩具比较多，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我的感觉吧，好像除了 MPM 十五之外，在台湾的网络上，好像这一波的一些玩具似乎都乏人问津。那我今天给大家分享这款影天行，来自银河之力的这个系列里头。过去很久以前呢，我曾经分享过一个小朋友借给我的当年的老的版本。那我手上没有旧的版本了，只能够单纯的拿这一款新的玩具给大家做一个开箱。首先呢，大家都可能都已经知道说它是由先前的这款灾厄萨斯呢做一个改模的。虽然是改模，其实它改的东西呢还真的是不少，主要集中在它的上半身了头雕、胸、肩都是有做一个修改的。那肚子以下呢几乎就是完全一样。那我们的话呢稍微的去对比一下，因为是完全不同的人物了这一款的话我给它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以塑胶的颜色来讲，这一次的影天行我觉得这个颜色说实话我实在觉得并不难看。那背包的部分的改变是最大的可以说翅膀的分配呢已经完全的不一样，以及到了后面这个小翅膀在这个影天行它是没有的。但是没有就没有，为什么要留的这个C型扣在这里呢这个是非常觉得有点奇怪啊。那整体的关节来说，影天行也比较松软一点点。以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特别是这个部分它是非常的没有什么支撑力，比较可惜。因为它后面的设定来说应该是类似于是披风的东西，原则上如果你像这边一样这么坚挺的话呢，我们还可以让它有一个像是披风飘起来的一个感觉。但这个的话呢，这个各种的不举的话呢就比较可惜了没有办法展示出来。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有它的配件之一，这个银河之力的这个能量的钥匙。它的能量钥匙的话呢，在旧的版本的玩具的话呢是插在这个，也是插在的肚子的前面了但是它旧版的应该是插在这个地方插下去，但这个的话呢则是一个放在这个胸口。那我是觉得呢胸口这个造型挺好看的，你把这个东西扣上去的话比较可惜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就不要扣这里了特别这个圆弧有个很漂亮的反光。它的配件之一还有一把武器，武器的话呢这个武器的这个用料呢我不太会形容它也不是完全的透明。那它这个地方呢可以稍微做一点折它，但是呢目前我没有打算去特别动它。那能量钥匙的话可以跟它扣在一起，你要扣这样也可以，但是呢我看和会的话呢，和会它好像是扣成这个样子哪个造型好看这个端看你个人的需要。但是你一旦扣上去之后，武器的话呢就不适合扣在后面，除非你这样插进去再反折，但是那个感觉很蠢对不对？所以的话呢我们就把它握持在手上吧。那造型的话这边比较好看，我们就把它握在这边。而这个人物的上半身的可动度呢其实相当的不赖你完全可以做出非常非常合适的两手持剑的一个战斗的动作，非常有这种老骑士的感觉，特别你再配合上这个披风的一个概念的话。那我们来专注看一下它后面这里，它的可动的话呢有上面一处，还有这里还有一处，那以及它这里还能够再转动，本身这里还能转，甚至呢这个翅膀的部分呢你可以轻松的就稍微掰一下是可以把它给转下来的扭不下来对不对？我记得有这边我记得我有一侧特别容易掉，那这个就可以把它给拿下来。拿下来之后的话你可以看到它还设计了里面有一个凸。其实影天行的话呢它应该是没有设计有盾牌啦，但是反正你就是有这么样一个可以玩的一个方式那我还是要提一下，那是因为我的手上这一款的话呢是这一边的话呢它特别的容易去掉这边比较松，那我是无意间它掉下来之后我才发现说它原来也可以扣在手上。其他的可动头部360度转动没有问题，而且它这个头其实挺好看的面雕也做得很端正，那脸部的金属的蓝色也很漂亮，手臂的平举到这里没有问题，肩膀的话呢这里是有一个
卡扣，可以扣上去。这个地方建议把它扣上。如果你不扣上的话，你这样子掰的时候呢，这个形状不好看。你一旦扣上去之后的话呢，它就会永远这里保持一个距离。那手臂、二头肌可以转动啊，这里比较可惜，没有过度，直接断开。那拳头可以转动，而且手掌是可以摊开的啊。这一点的话呢，是 Voyage Class 的玩具呢，现在也不一定都有了。膝盖前后踢，往后踢的话，这边就限位限制住了。膝盖弯超过90度，脚踝的话当然也是有接地的啊。那后面给各位看一下，基本上这个人物的话没有做到什么偷脚啊。当年的那个这个灾厄萨斯的时候，我给他的评价就不是很差的。那我们再顺便看一下人物，因为我其实没有看银河之力，但是我知道说尹天行他是一个可以，应该是在可以时空旅行的一个至尊吧，所以他的这个地方，这个像是时钟里面的这种齿轮啊。如果像这种时钟的这种齿轮，我又想到这个恶魔城系列啊，在时钟塔的这个舞台的话，都会有这种大量的这种齿轮。那在变形成飞机之后的话呢，这种类似于时钟齿轮的刻画呢啊，会暴露了更多啊。待会变形之后的话呢，各位也能够去感受到说啊，这一款玩具的话呢，其实在细节上的呈现还是做得相当不错了啊。但是它的缺点就是整个把玩起来的关节的话呢，都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偏软的手感。那我们也来示范一下这一款隐天型的变形过程。首先把这个拳头给收进去啊，这个非常简单，这个模具的变形还是比较好玩，也比较 easy 啊。然后的话呢，我们把腰部先旋转180度好了。那如果要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先把腿的话呢，这个前后给分开。然后呢，这里这块部件本来在这里的，我们把它给挑出来。斜肩的话呢，先把它给打正。然后呢，这里有一个连接的一个双动关节啊，把它往上面给推上去。那你看这个部件的话呢，我手上的这个是特别松啊，就把它给往上面推上去啊，到这里。好，先到这边就行了。另外一侧的话呢也是一样的，这个部件推开，然后呢这里打开，斜肩放下去啊。它连塑胶的话呢都比灾厄萨斯的话呢要感觉再偏软一点，先到这里就行了。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把这个部件整个背包的话往后面推出来，然后头部呢给缩下去。缩下去之后的话，我们先把这个部件往前推起来灾厄萨斯的话是从里头再翻一片部件出来，但这一款的话是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翻折。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背包这里给打开，前面这个部件给按下去。那这里的话呢，我们要先把这个部件给往下面盖下来。盖下来之后的话呢，我们需要这个凸要跟我们这个膝盖的内侧，人物膝盖的内侧它是有一个组合的一个卡扣的，记得把它给扣上去。那同时间的话呢，后面的这个脚这个地方啊也一并都给扣上。好，到这边都扣上了啊。到扣上之后的话呢，我们先把后面这个部分给放下来好了。它的话呢在这里放下来之后，这边有一个组合的一个卡扣在这边扣上去。那这里是可以旋转的啊，记得把它转到一个相对应的位置啊，这个地方把它给直接扣下来就行了。这里的话呢会有一个斜的一个角度啊，各位可以看得到，在这边。好，那变到这里之后，我们剩下这个把这个手臂的话呢，它是直接的往内放进来。然后呢原本肩胛这个地方这个卡扣要记得把它松开了。然后的话呢，我们把这里还有一个连接杆在这一侧把它给拉出来，往下面放下来。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结合在这边。好，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好，这里松开放下去。那原本灾厄萨斯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组合卡扣的，但是呢这一款隐天型的话呢，因为造型不同，那个部件就不见了。那这里记得一下，它的这个紫色的这个连接杆，它是一个 L 型，它是一个双关节，记得把它往内推到底，把这个 L 型90度折出来，不然的话它这个地方会往下凸啊，到时候的话飞机放在那个桌上的话呢，它会非常的不平整。那这个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载具的形态，基本上就是如此这一般。但是呢它还有两个配件，那首先是这个银河之力的这个能量钥匙是扣在这个地方，这个比较没有什么问题，就直接的把它扣上去。对于造型的话呢也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填充，但是它这个扣啊，因为前面这里有一个凸啊，这里我觉得扣这里的时候我都觉得就是你要稍微合一下啊，合一下。那附带的这个武器的话呢，因为它只有单一把武器，所以说
啊，你只能够选择扣在这个左侧或右侧，但是，到底扣哪比较好？我觉得吧，我的话呢，我会习惯把它扣在这个越看不到的地方越好，扣在这里。其实扣在这里啊，如果你有两把的话，其实就不难看，但它确实只有一把而已，比较可惜。那这个头的话，我们就把它压紧一点，那怎么感觉好像扣的没有很稳？好吧，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这个。传世系列的一个 Voyage Class 影天行，从机器人到一个太空飞船的一个变形过程了。相较于旧的太空船的话呢，它的翅膀应该是小的非常的多。那一直有朋友们呢都不太喜欢它的这种塑胶的颜色，看上去就其实我觉得这种塑胶感觉有点像有一些老的玩具也会用这种胶了啊。也不透明吧，然后也不就是反正就是看上去，你说它怪嘛，有一点，但是我倒不会说觉得它很讨厌，我觉得还行了，真的是还可以。那它的一个载具的话呢，就是这个地方，我手上这款是这边稍微有点偏松，而有时候玩的时候会去转到。那其实你要弄这个造型，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样，也不是不行。但其实的话呢，因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它这个地方是有一把宝剑的一个刻画啊，所以为了让宝剑能够完整的呈现出来，所以我们还是只能转到这个方向。那我们刚有提过的，它的这种齿轮类似于时钟的这种咔啦咔啦这种齿轮的这种转动的这些刻画，在飞机的头部非常的多，包括这里面全部都是啊，非常非常的漂亮，真的，我觉得这款玩具做的是真的是相当之可以了。然后它的一个驾驶舱啊，在这个位置，可见的这是一艘非常巨大的飞船。然后后面的话延伸过来，这里的话只是大量外露的管线吧，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防护是不是弱了一点？万一被炮弹击中的话，那你不是当场爆掉了吗？然后飞机的一个底盘很厚很大，可是呢，它旧版的玩具呢，下面也是一样这么大一盘，然后这个地方腾空非常大一块，放在桌上真的就是下面这样子隔离开的感觉，其实是一样的哦。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的。齿轮的部啊、那个这个像时钟一样的部分，OK，这个在飞机状态下就暴露出来的位置就更多了。后面啊，这个地方没扣上，哎，这个地方还没扣上，OK，这个是它后面的一个涡轮推进器，它是一个单一的垂直尾翼。造型的话呢，我们来对比一下先前的这个翟尔萨斯，他们两个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就是飞机的这个头部啊，翟尔萨斯的话呢是把这个红色的这个头是折到身体的那一部去。而尹天喜的话，则是这片部件做一个翻转。其实你这样子单独这样看，如果你看到底盘，你可能比较容易去联想。如果你只看上面，我不知道，可能有些朋友就是很厉害，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改模啊。但是我的话呢，我可能眼力没有那么好啊，我是真的是不会那么容易去发现到说他们是一个相同的模具啊。换句话说，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两个玩具呢，变形当然是因为改模，所以变形其实是一样，但是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是不同的玩具，主要是人物的设定完全不一样，再来是配色也相差非常的多，以及它的像翅膀跟飞机头的改变，其实已经相当程度上已经可以让我当成它就是完全不同的人物了啊。那我自己还蛮喜欢的，它的缺点可能就是真的把玩起来就是比较松软的手感，以及我手上的这一款啊，有一侧的一个翅膀比较容易去掉。那其他的话呢，其实就配色啊、涂装啊、细节方面来说，我对这款玩具的评价还是不错的，可能还是归功于这个模具本身就做得还不赖。那我顺便再提一下这个好了，我刚本来想要讲的这个翟尔萨斯啊，我有看那个就是有一些 可能各位已经知道我要干什么了，就是有一些想象力很好的朋友们，他们就把这个模具的话呢，把它改个颜色干嘛？变成了变形金刚第一集的这个 Megatron 的一个外星的一个战斗机。OK，就是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它是尖尖的嘛，好像这样子就有点像啊。我是觉得我还蛮佩服的了啊，这样看一看还真的是有点意思。行，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